接着我们就开始实际上做一些简单的计算。要算之前，我们要告诉你公式就只有一个，叫做 P 等于 HD。不管我要你算的是上压力、下压力、左压力、右压力，公式都一样，因为压力是四面八方，同时它要平衡，所以大家都一样，都是 P 等于 HD。H 的深度，深度就是要多深，这要算到所谓的自由意念，没有受压。等一下会有图给你解释，自由意念为止，这样要深度，深度 OK。来，第一个图形，这边有一个 L 型的容器，那么这个地方就叫做自由意念，上面没有东西挡住，就自由意念。深度要从这里算起。这里被挡住了，右手边这里被挡住了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要想上去上不去，被压住了，这不是自由意念。国三教地科会教受压地下水，就像这样，受压地下水被压住了，这不是。OK， 自由意念要从左边这里算起，听懂哦？好，来，请问你，甲的下压力多少？好，乙的下压力多少？乙的向左压力多少？好，甲的下压力，向下压力多大？公式就一个 ，P 等于 HD。OK， 停车暂借问，这是瓦锥嘞。来，帅哥们，这个行长问过了，二六。二十六，二六，二六问过吗？早问过吗？早问过，那就不要换一个，换一个叫做三一。三一不在，真是麻烦了。二四，二四，多少？二十，要记得单位，平方公分，克重。这个很简单，你也不会弄错。深度几公分？二十公分，对不对 ？OK， P 的 HD 带进去，二十公分深，水的密度是一，然后二十乘以一，啊，答案就叫做二十。好，解决小事。那下一个叫做，请问你乙的向下压嘞？乙的向下压在哪里？乙的下压力多少？啊 ，P 的 HD， 瓦锥嘞，来找可爱小女生，可爱小女生，十号，耶、yeah. ，早上没有叫过对不对？对，早上叫过，没有，早上叫过了，八，我再不想那个，八号，八号，我，你在干嘛？起立。你再继续玩嘛，没关系啊。多少？五。好，请坐。很好的，很有趣的答案，完全难以想象。我们刚才讲过，公式就一个 P 等于 HD， 然后告诉你 H 要从自由意念算起，哪里自由意念？这里。左边这边叫做自由意念，这样子算到乙是多深啊？这样算到乙会有多深？这样算到乙多深？二十五，二十五。好，自由意念算起二十五，所以 HD 就是二十五。你的五公分在这里耶，拜托你从下面算起哦，这叫深度哦。啊，站到深度也太奇怪了吧？从底下算叫深度吗？啊？所以答案就叫做二十五，这叫做所谓的向下压。然后再问一个叫做向左压，向左压力多少嘞？那向左的压力有瓦锥嘞？向左多大嘞？停车暂借问帅哥男，帅哥男，帅哥男叫做二五，二十五号多少？七十啊，很好，请坐下，你答案叫做十。刚
刚才已经暗示过你了，向上压、向左压、向右压，谁大？通通一样大，因为要平衡，大家都一样，公式就一个 P 等于 HD，P 等于 HD， 那一样，公式要 P 等于 HD， 然后呢 ，H 要从自由意面算起，算深度，要算深度，深度从意面往下，所以多少？意面往下就是这边的十五。加上这里的10叫多少？25，所以呢就是 HD 25，不是说我这边给的这些都是骗你的，我这里干嘛给10公分？骗你的，这里给10公分？骗你的，这里给20公分？骗你的，这里5公分还是骗你的？只有这个10公分，上面这个10公分勉强有用，就是要15加10有用而已，其他都是骗你的，跟那个向左向压都没有关系，不是因为向左压我就要起左边那个，向压起右边那个，不是，不是，都是深度 P 的 HD H 叫深度，什么叫深度啊？意面往下的深度啊，意面往下的深度啊，啊，要从自由意面算起，跟你讲了好几遍了 ，OK， 叫做请各位算简单小问题，带公式 P 的 HD。H 叫做深度，由自由意面算起的深度就可以了。